欢迎收睇由邦港出声 HKG 报特别呈现选委三分钟。今日为大家介绍嘅选委界别候选人系三号王国。第一个环节由主持人用一分钟去介绍候选人嘅个人简介。三号候选人王国系工联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佢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工联会工作，已经有近30年，亦系工人医疗所董事会主席、工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主席，负责工联会社会福利服务和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工作。王国亦曾经担任多个政府咨询组织，包括最低工资委员会、强积金管理局、策略发展委员会等等。他熟悉劳工，了解国情，有丰富的公共政策经验。他的参选理念就是希望发挥所长，争取社会公义，服务香港，令特区政府的政策更加能够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人人有机会，人人都可以落业安居。重点关注就业、房屋、退休保障、大湾区发展。第二个环节就是请三号候选人王国用两分钟的时间去简述他的个人政纲。大家好，我是三号候选人工联会理事长王国，争取社会公义，照顾各阶层利益，实现人人乐业安居，就是我的参选理念。具体来讲，就是做生意的有钱赚，中产专业人士有发展的空间，打工仔女通过自身的努力亦可以过上乐业安居的生活，只有人人有机会，香港才能够长治久安。我会致力推动特区政府施政要贴地，要以民为本，着力改善就业环境，加快房屋兴建，照顾弱势社群，消除贫穷。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要求特区政府创新劳工政策的理念，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改善就业质素。我们要拓展产业多元化，完善人力资源政策，为年轻人创造更多优质多元的就业机会。行行出状元，读到大学可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没有条件读到大学也可以通过海门技术做到师傅，有自己的事业，向上流动的机会。香港经济要发展，民生要改善，就需要注入新的动力。我会致力推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工联会在内地设有6个咨询服务中心，长期服务内地港人，了解港人需要的优势，为年轻人、中产专业创造更多的事业发展空间，为长者在内地退休生活提供更便利的环境，共同分享大湾区发展的成果。请大家支持工联会参选团队三号王国、1号陆仲雄、42号麦美娟、51号蔡永强，多谢，请支持工联会团队。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指定问题。王国，如果有幸你入到议会，你会为议会带来什么的新气象呢？香港市民普遍期望完善选举制度之后，能够集中精力破解经济民生的难题，特别是房屋、就业、医疗、贫穷等问题。而我有30年工会不同的工作岗位的经验，熟悉劳工，了解国情，既有参与公共社会政策的倡议，亦有领导组织管理的经验，明白提出任何政策的建议要考虑解决到问题，又要讲可行性，符合社会效益。如果有幸进入议会，期望推动特区政府的劳工民生政策更贴地，更能反映市民的实际需要，将积极和不同界别人士沟通，凝聚共识，共同努力，讲得出更要做得到，为市民多办实事，办好实事。多谢三号候选人王国，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能够更清楚三号候选人王国的从政之心。